主料，饺子2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酱油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好提前包好的饺子，锅里面放入水烧开，水烧开之后把饺子倒入里面的，倒入之后大概煮10分钟就可以的了。烹饪技巧，提前包好的了，这样下次吃的话就比较方便的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